会吧，这么有礼貌。啊，这里有登记手机号码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啊，这跑来干嘛？拨号？什么？啊，那么响？到了。不然他为什么有零分钟有拨？因为服务就是安排。哇！这已经到了。已安排座位通知。是啊。魔法师。看来失算呢，怎么这么快？他不是说三组吗？他为什么忽然间就……他只是擦餐具而已啊，他没有说他擦什么、啊。